你要去哪里？去地球，去找 Mabius 吗？由于一股巨大力量的介入，恐怖的敌人即将就要复活，只靠 Mabius 的话，先观察一下再说吧。可是哥哥，太郎，当初训练 Mabius 的人可是你呢？而且，他并不是一个人。怪兽事隔25年再度出现，使盖茨九派每天都受到社会的瞩目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市民贴近，表现出我们是受人爱戴的防卫队。没错没错，如果媒体有报道，副总管的名声也会跟着上涨。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多话了。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提议。哎，未来，又还没决定要这么做。拜托你们了。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哎，丈二，譬如说。介绍历代的防卫队，或者是有关于怪兽的资讯，听起来好像挺好玩的。说不定啊，还可以介绍一下魔族怪兽。啊，好哎，好哎！搞什么啊？结果大家都这么热衷啊！可是队长他现在去总部出差了，必须有人当代理队长指挥才行。我，我现在就任命你是今天的一日代理队长。欢迎光临，谢谢。今天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为了报答各位平日的支持呢，我们决定：第一，不要饿着肚子去上学。没错，要吃完早餐再去上学。喂。第二，天气好的日子要晒棉被。第三。走路的时候要小心来车。那是什么？是咸蛋超人的五个誓言，是在你们爸爸妈妈还小的时候，咸蛋超人告诉我们的话。一木，跟大家打招呼。哇！谢谢你，我是你的球迷哦。不管多么艰难的状况也能够撑过去，是名副其实的 BOSS 鸟战斗机。不要不要不要！耶！各位觉得怎么样？我们盖茨Japan的特产盖茨午餐的味道如何？你先等一下哦。好。这就是我们盖茨引以为傲的综合攻击战斗机杠凤凰号。现在这个团队真棒啊！刚开始只会有勇无谋的埋头猛冲，
但是现在可以挺起胸膛说，我们正跟咸蛋超人一起守护这个地址。阿龙，你是笨蛋！复仇的时刻到了，即将降下红色的雨，那就是我们复活的前兆。红色的雨啊！刚刚那个男人，来，谢谢啊，太好了，好，走吧。我要让你痛苦一生，你已经被诅咒了。我要让你品尝到那是死神王者的愤恨。住口！哎，未来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才要问你们，没有听见那个声音吗？这次轮到你们被毁灭了。咸蛋超人秘密啊！你是谁？回答我！哥哥好恐怖！哎，未来，住手！未来，不是的，我。讨厌，大概是要下雨了吧。这是什么啊？莱德市捕捉到异常的能源反应，之后就收到开始下红雨的报告了。红色的雨降下，那就是我们复活的前兆。咸蛋超人那边，鸟山辅佐官，包先起见，麻烦你们去现场调查。知道了，谁要去啊？让我去调查吧。你不可以，既然在市民感恩日吓到市民，真是的，不要派别人去调查。好，未来，你跟我去吧。阿龙，谁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不要重蹈覆辙。等一下，谁说你自作主张？不知道是哪一位任命我为一日代理队长。这。可以吧，贾代理总监。麻烦你了。三零够。Yes， 三零够。GIG。红色的雨。真是的。小心一点，情况有点奇怪。GIG。没事吧，米狗？张二，早安。太好了，你醒了。请问，我到底是？未来，你在南泽市失去意识了。南泽市，阿龙，天空突然裂开了，好像玻璃一样，怪兽从里面出来，然后阿龙就被……你说我被怎么样？阿龙，原来你没事啊。什么有事没事的？又没发生什么异常的状况。没有异常状况？对啊，有下过红雨的痕迹，但是天空可没裂开来啊。雷达也没有捕捉到怪兽出现的反应。怎么会？可是我看到。没用的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那是因为这声音只有你能听得见。你到底是谁？
布尔应该被我和哥哥打倒了。那个，为什么你们要一直彼此凝视啊？该不会你们是那种关系？其实我们两个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别人的吧！讨厌，不要这样啦！哎呦，还真热闹啊！你们在闹什么？哎，这什么事那么好笑啊？人类是愚蠢的生物，要毁灭他们易如反掌。离开他的身体。你越是吵闹，你的立场就会越薄弱。什么？盖斯威力笔电，为了强化模组怪兽而开发的最新超绝科技电脑。哇，终于等到它完成了。这么一来，盖斯的战力一定会大幅提升的。可是以前也曾经强化过模组怪兽啊，电力米克拉斯，对吧？副总管，这次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嘛，就是在于强化数据的容量以及安定性非常好。对，没错。那什么时候要实验？明天正午。这次要使用温达姆，强化为使用火焰攻击的火焰温达姆。此外，这次杠凤凰号也要参与实验，使用模拟弹进行合作攻击。亚布尔，你跑到阿龙身上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各位请注意，距离运用实验开始还有30分钟，现在禁止人员进入实验区域。重复一次。该不会。实验开始。战斗假人等级3，设定完成。上吧，我用温达姆。不愧是星星哎，好美！下一个，阿顿果然不好对付。张二，这里奈，麻烦你们两个掩护。怎么擅自使用超绝科技？不是我，是贝奈他自己。张二，你怎么会这样？马上终止实验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给我解释清楚！我不知道，这种意外怎么想都不合理啊！所以说，应该是有人对系统动了手脚吧？动手脚？谁会做这种事？那还用说？当然是他！蔚蓝，你说他是犯人？大家不是都有看到，他从昨天就举止怪异。确实如此。可是，说不定。他有可能是外星人呢，假扮成人类，把我们骗得团团转。快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看样子，你是答不出来了吧？真是的，我只不过出一趟差。怎么回来就出事了呢？破水队长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真正的阿龙都不会对未来开枪。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！
兽，不，那是超兽。有了 ，TSC 文件，登录编号是地角怪兽巴基西姆，是以前异次元人亚布尔送到这里来的怪兽兵器。步骤，我搞的鬼可不是只有飞弹的物事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引爆装置。除了正在和巴基西姆战斗的战斗机，我在基地内部也装饰了很多炸弹。只要按下按钮，就会有许多人丧失性命。我说 Mabius， 你会怎么做？好像也只剩下这个方法了。阿龙，你醒醒啊！没用的，快点开枪了。阿龙，是我，我是未来啊！我说没用，你是听不懂啊！再不快一点，不用炸弹，巴基西姆就会把基地破坏了。第一，不要饿着肚子去上学。好。第二，天气好的日子要晒棉被。第三，走路的时候要小心来车。我说你搞不清楚状况吗？第四，不要依赖别人的力量。第五，不要赤脚跑来跑去玩耍。阿龙，未来，刷靶机，开枪吧，蔚蓝，射穿我心中的那把火焰。心中的火焰。阿龙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。亚布尔，
定系统没办法正常运作，得用手动锁定。镇灵内，我们上。是啊，是。红翼光炮，多重脉冲光线。这里是，醒了吗？队长，阿龙，欢迎归队。未来，我跟你去南泽市进行调查，然后……啊，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发生了那种事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看来你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这个你也不认得喽？啊！我的记录显示器，是谁？谁把我心中的火焰给弄坏的？可是是你叫我未来，凶手就是你吗？啊！你好，应援。我终于遇见真命天女了。对付雅布尔的超绝科技，只要把这个浸到水中，就会轰的爆炸，半径20公里内将夷为平地。欧文特博士，找回区域限制器，在泳池，住手！下一集，孤儿的城市。